下来走向红毯的是《家人》首席内容官邓丽，以及著名演员兼导演赵薇。二位，二位，有请。好，请二位在背景板签到，谢谢。来，我们走到中间。中间的位置，谢谢。赵薇小姐，这边，没错，没错，没错。好，谢谢。好的，好，谢谢，好，谢谢。来，两位请到我们的采访区域就位，谢谢。哎，两位有请。好，请留步。哎，邓主编，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来，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薇。是，那其实赵薇小姐最近在这国内国际上的发展都引人注目，那其实在慈善方面有很多的涉足，那今天还受邀成为了家人女性幸福基金会与联合国开展的这一个推出的指尖上的幸福这个亲善大使的活动，同时也为了保护这个苗绣技艺改善贫困女性生活而疾走。那这么多的活动跟家人来合作，什么样的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在苗绣方面，我觉得邓丽包括家人杂志他们付出了长达5年的心血，我算是5年后才加入这个公益项目，就是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尽自己的一份力。我觉得他们才是应该真正得到褒奖的。对，是。其实时尚对于时尚来说，大家会觉得非常的先行，但是传统又是一个很有点老旧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是怎样来看待时尚跟传统手工艺的关系呢？来，我们邓总也说两句。是因为家人作为一个时尚媒体来关注传统手工艺，一直认为是说传统的东西只有通过时尚的这个桥梁才能够跟上这个时代，然后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让大家更加来关注。赵薇姐，对，我今年拍了一期家人封面，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就是把最时尚的元素和最传统的苗绣做了一次结合。我觉得虽然它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是它因为它的独特魅力，它永远不会脱离这个时代与潮流。是，只要是美的东西永远会被大家发现。也非常感谢两位。是，来，最后又是一年的家人中国风，那今年什么样独特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最大的特点是家人的两个重要的活动 Style China 中国风和家人女性幸福基金的工作在这个活动上能够交汇，因为我们的年题是中国传统手工艺，所以很开心。好，也希望家人越来越好，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两位稍事休息。好，两位休息一下，谢谢。好，谢谢，休息一下，谢谢。今天呢是我们家人老朋友的一个聚会，2002年家人 Mary Claire 创刊中国，今年呢我们迎来了家人14周年的生日。在这14年里头，家人经历荣耀岁月，在众多忠实的读者的关注和支持下迅速的成长。那么在这14年里，他打造了一场又一场极致震撼的盛宴，挑战和完善自我，与所有兼具美丽、时尚、智慧、品味和幽默感的女性在一起，分享时尚潮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一路以来陪伴着家人，也同样有着家人精神的明星们。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将授予两位明星无上荣耀，他们会是谁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揭晓第一位获奖者。他与家人一起拯救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而努力，
他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命为中国亲善大使。他将公益事业当作是一份永恒持久的事业来做。让我们掌声有请2016年家人中国风公益人物赵薇上台领奖，有请赵薇。当然同时有请颁奖嘉宾家人品牌首席内容官邓丽，赫斯特中国董事总经理邢文宁，有请。棒，好，三位请留步啊！我想问一下问题，来来来来，先问一下赵薇吧。想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对，我今天是我说话是吗？啊，对对对，对我今天您随意。其实特别高兴，因为我。好久都没有来参加，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我的同行的这个活动了。巩俐姐，她，那我们两个太有缘分了。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念师范呢，有一天师范学校被选去当群众演员，然后我就是巩俐姐身边的丫鬟。对对对，所以呢，但是巩俐姐她呢一直都记着我。就是说可见我是一个不简单的丫鬟呀。对，所以在未来的路上我们在很多场合都碰到了，她永远会告诉我，哎，我记得你，然后我知道你啊，你现在长大了，现在成为女王了。那有她在的话就不要说这样的。对对对，双女王可以的。不可以不可以，她是那是这样。然后我也很高兴见到很多我的同行，因为总没出来，一直在电视上看到大家啊。周冬雨那个七月与安生演得特别好。谢谢。然后我也谢谢就是邓丽以及就是家人杂志能够给我这个公益人物这个肯定。真的好有意思啊，我们都在见电视里头见赵薇，赵薇今天说我在电视里头见大家。但是来说一下吧，因为今天拿到的是公益人物的奖项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初心一直支持的你要做公益呢？其实做公益也挺久的了，就是好像从一红开始，红了嘛就有点钱了嘛，就可以做一些公益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能量守恒的一个世界，就是你付出的越多你就可以收获到越多。那我觉得作为做公益呢，收获最多的是精神上的平静和富足，那这也是人生当中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境界。我觉得公益就是通往这个结果的一个美丽的一条路，值得我们所有的明星朋友以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去不管大小的去追求它。说得真好。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企业啊、单位啊、媒体啊都希望能够跟赵薇一起来做公益，为什么选择家人呢？因为家人是所有杂志里面最爱做公益的。对，这里可以有掌声。对对对对，今天还让我用家人的名字造句，我造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句子。他们说你用家人造句，我说家人是一本好杂志。没毛病，这个造句没毛病。对对对对对。好，那么也请邓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跟赵薇有什么样的合作呢？其实说到公益，家人女性幸福基金成立5年，我真的是由衷的非常提到这个公益两个字，我只有两个字，叫感恩。因为我可能
做很多事情都会遇到一些沟沟坎坎，只有在做公益的时候，我这五年是一路坦途，那这一路上都有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是由衷的感谢大家。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支持，这件事情是做不来的。那今年也特别感谢赵薇跟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去到了贵州的苗寨，然后听我们苗寨的女孩子唱山歌，吃我们贵州的酸汤鱼，当然也看到了我们的非常美的濒临失传的这个苗族手工艺。那也很开心，就是赵薇她作为这个项目的公益大使，在她的微博上发动很多人来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公布了我们在贵州的工作人员的电话，现在那个我们在当地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已经打爆了。现在很尴尬，订单只有四五个，全是找我的联系方式的，真是咱们得选择新的办法去呼吁，就是说大家给那个苗秀的村庄去下订单，改变那个就是村民们贫困的生活。所以在座的各位明星同行和朋友们，有机会也就是说转转关于就是苗秀的这个微博，然后让更多的人真的去下订单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办法啊，其实像赵薇哈、啊、这么时尚这么美丽，你本身就是行走的种草机嘛，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苗秀的各种时尚的东西然后穿在身上拿在手上，马上就会有很多人下订单，你觉得呢？是吧？我们可以用一下这样的方法。家人的那组大片。没错没错，你看啊，这个聊了这么久，一看就是家人的是一个女性杂志，因为邢总在旁边半天没有说话，就是看着微笑。有没有想说话的欲望？说两句。家人慈善特别棒，然后特别感谢赵薇。没毛病，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也恭喜赵薇哦，记得拿奖，记得拿奖，恭喜恭喜，谢谢谢谢。来，有请各位，有请家人的高层、雅姿及其他品牌的高层、家人团队，然后以及我们各位明星朋友。都来到我们舞台上一起举杯，来，有请各位，来来来，有请，来来，一起一起一起，有请各位来。好，在这里呢，感谢今晚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支持。祝贺每一个获奖的品牌。哎，我们哇，一字排开可能有点照不下来，对不对？要不这样好不好，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家人，是一个女性杂志，我们有请各位男嘉宾，能不能麻烦你们移步到前排，稍微的，对对对对，我们错落一点点，要不然可能有点拍不下来这个照片，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能有部分的男嘉宾稍微方便一点，我们在前面，可以吗？可以吗？对对对，可以。哇，你们真的太好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太好了。哦，对，我们邓总说，年轻人往前一步，大家都会往前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我们。T 台边上的各位能不能稍微让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摄影老师才好拍到照片。我们也请现场的这个朋友稍微的帮我们这个维持下秩序。哎，我也蹲在旁边吧。来，好，来，我们台上的所有人，我们看中间。来，我们边上舞台边上的都请靠边，因为会妨碍我们摄影老师拍照。来，我们全部人看中间。天哪，我看到了各位的手机牌子，所有人都举起手机来了，是吗？好的，感谢感谢感谢各位。我相信前排的年轻人们都蹲得有点累了，谢谢谢谢大家。好，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活动的冠名及模特妆容独家赞助安利雅姿 Artistry， 用我们一道不断前行，践行超越之美。感谢活动唯一指定用车
东风标致4008高端智能欧系 SUV， 先进设计，洞悉静息真我风范，先觉体验，探享全感境界，先锋科技，洞悉未来所向。感谢独家视频合作伙伴优酷时尚，独家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独家手机直播合作方一直播，战略时尚媒体疯狂时尚。同时感谢东田时尚 R Factory Elior VJC 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致函传播对活动的鼎力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家人时装设计大赏。感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有美好的夜晚，美好的周末。掌声有请领奖嘉宾卢燕，您好。那我们同时呢也请出颁奖嘉宾赵薇，请赵薇为卢燕奶奶来颁发家人女性精神大奖。欢迎您。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好，赵薇要不要说两句？哎，我们私下见过很多，很熟，但是我觉得我出于认真，我要认真的介绍你一下，这不能讲错，非常辉煌。首先呢，耽误您一点时间，我们大家都知道 Marie Claire 是一个国际知名的高端女性杂志，创刊至今81年，今天的家人女性精神的获奖人是出生京剧世家，曾三获金马奖、奥斯卡奖终身评委，至今影在世界影坛非常活跃的前辈卢燕女士。他走过的传奇人生比81年的故事更加久远，更加了不起。其实家人在今年改版后重磅9月做了他和一批经典偶像的故事，从杂志引爆了社交媒体，因为他们无惧年龄与性别，热爱和坚持就是永不褪色的潮流。我觉得不管是我还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偶像，值得我们去学习。谢谢。那卢燕女士要不要也讲两句您的感言？要先颁奖吗？好，那可以拿着奖杯，我们再上一个话筒吧，好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来。好，那我们请您跟大家说两句，谢谢您就专门跑到，不是跑到，是走到我们的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都想很想听到您的声音。谢谢，今天非常的感到荣幸能够来参加这个会，而且得到这个奖。家人的这个杂志是我们最喜欢的，而且今天有赵薇女士来给我颁奖，这是非常荣幸的事情。谢谢各位的来宾来参加，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已经92岁了。哇，那对 unbelievable age with grace 是今年的主题。谢谢您帮我们做了一个最优雅的典范，谢谢您。那我们今天随着卢燕女士和这一个大奖的颁出呢，也把我们今天晚上的家人中国风盛典推向了高潮。我们接下来请两位留步啊，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家人高层、雅姿品牌高层以及我们的明星朋友们上台，请大家一起合影留念，我们一同庆祝今天晚上这个难忘的夜晚，这个顶级的时尚聚会。好，请大家就直接冲上台来吧。
我们在这里也感谢今天晚上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的支持，祝贺每个获奖的品牌，是你们让2018佳人中国风国际顶级设计大奖如此的异彩纷呈，令人惊奇。这是一张超级大合影，请我们所有的摄影师朋友们帮我们留下今天晚上的纪念。好，这样我们再一起先看一下左边。好，现在中间。右边。再到中间。好，谢谢所有的摄影师朋友们，也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所有的明星朋友们，谢谢大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活动冠名及模特妆容独家赞助安利 Artistry 雅姿，感谢活动独家乳制品赞助商安家战略合作媒体腾讯视频、抖音、今日头条、微博时尚，特别媒体支持一直播、芒果 TV、 美图秀秀以及冬田造型、东方宾利、瑞士莲、软心巧克力、 Cora Dior、 La Cora Dior、 海马体照相馆、金士顿、 Tangle Teaser、 花束篮球偶像对本次活动大力支持，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年佳人中国风超级盛典，相约2019。各位晚安。